南投县关山乡总面积面积差不多30公顷，主要系托南宫村旧份泥山顶顶围。韩国呢，俩去年呢天气系较糟嘅，没法嘅发起延后开发。韩国呢个较糟天气嘅天少哦，至少无解潮，造成咧煤价系高率唔理想，农民初步估算呢全无三成，可比个无路子哦，产量可能还会个减少。南岗村金瓜山的梅树，目前树上只看得到叶，而上细深正看得到青梅。空旷的情况还要切好土路巡航。若农民当土炭，开发的是达到动脑。不过天气一糟，造成花开了模态，后续天气持续高温，本系高率太太降低。进前拢无雨啦，啊开花开是开真高啦。啊，无雨，尾仔长伤大吼，那像咱人营养无够，都结果结袂起来啦。日头湿很烂，按照许多个梅在影响到安尼，湿全开花，开到咩卡些类，按就无大。因为青梅一年只有一收，农民透过菜地村长向公所反映。我先向将邱美玲带领农经控人员向下去山区了解情况。村长表示，可比天旱的情况无解决，树上全个青梅，还内外继续老。旱灾关系啊吼，所以讲结果呢啲差不多三上左右的天啊吼，啊然后你啊旱油哦，那个继续旱落去啊吼，佮分果率还袂。加结果你买个较大哦，要跌脱去啊吼！每个干那八丈木工程啊，看是连那个这个拍粗啊，佮条配料啊，佮成本啊，可能拢买无好转来。关心向公所表示，初步看起来确实系结果率无好，基金向县政府通报，也会持续观察后续老谷个情况，同时邀请农政专家来做现场勘查，可比达到天然灾害标准，为天寿整治各项部署措施。卡卡新闻李鹏奇南投报道。